一本叫做《老天黑历史》，就是在那个第三次，他去中国，在那将所有的那些精神，大概用亲像那个storyteller 哈，那个讲故事的方式啊，在那将那些老兵的事项，一项一项，亲像在讲故事，在那来介绍出来。我相信咱在座有真侪先辈，咱有读过伊所读这册，所以为着安尼，伊后来发表了后，下决心绝对要伫遐来成立一个台籍老兵开遗嘱的协会。所以为伫1994年开始成立，伫台北伫遐来成立，然后。伊连任两任的理事长，伊是首任，然后佫连任一摆。伊连任了后，继续伫迄个四年久迄个任期内底，啊有真济大型的即个抗争。啊，我相信咱中间可能有缘有人对唔对，佮伊三角部分去在做即个抗争。第一个。第一次呢，大型的抗争就是伫台北，啊，迄个时阵，李登辉先生要过来担任总统，迄个时阵，拄拄啊是拜山，当时伊原有一个老兵叫做，廖中山先生，啊，这个伊是伫高雄的海洋学院，然后去到台北，诶，基隆的海洋大学。啊，廖中山先生真正加载，虽然一群人几啊百个，伫遐坐轮椅，啊，大家拢年岁拢不计大，天气阁落雨，廖中山教授去发动因遐个伫北部的一群附近人，伫遐煮姜母汁，伫遐穿雨衫。甚至伫迄个所在放电灯，予遐个老人呢，真正伫迄个寒冷的中间，予因有一点仔温暖。啊，我会记得当时中山分局伫迄个抗争的时，第一次摇牌，第二次摇牌，到第三次要摇牌时，该拜托讲，拜托你卖同我摇牌，因为第三次来摇牌就是。伊就当迄个台顶伫遐念，柯朝阳、廖中山、林建宏，恁违法，赶紧解散。因为第三遍啊，佫伫遐来，佮伊压牌啊。我想有真济代志无法度伫遐来处理，所以为着安尼去甲伊拜托，讲卖压牌，遮个老人，你看敢有啥物危险性？你甲看，这老人坐轮椅，啊，大家命命敢是来面闹代志，结果含分局长啊，伫啊妥协的结果讲，恁呐，我大人意思好势，卖超出到底，我卖甲你讲。结果迄次真大型的这个抗争，李登辉总统又派。周中年啊，伫遮来出来协调，看现在人实在，亲像伊个负责人所写，伊足爱做啥物，实在呢，伊毋是做啥物个卡销。是安怎讲呢？周中年问讲，恁今仔日个开支偌济？请你统计一个数字，全部伊讲，都伫遐来负担。柯先生，伊敢若想啥？你知？迄项代志，予我到尾啊了，我安尼是用骨在细细念、细细念，啊念到我讲，啊你这款个迄个头脑，即要安怎伫遐做生意？伊无算个十只游览车为东西南北拢总来计小偌济呢？伊敢若想讲，啊一个便当，我买50块拢总，几个便当全加迄个。就中年，拢做五万，
较贵啊，迄毋是五万呢，迄是几十个五万呢。啊，伊就是遮尔古锥啊，遮尔咧单纯啊，五万，吼、哦，这要安怎做生意？这做生意，十桌生意绝对输十一桌的啦。啊，伊就是安尼啊，伊毋呐看金钱，行做一个安尼真淡薄的物件。伊也毋是咧为着金钱伫遐来咧来咧做遮个苦工，总是真可惜。有真济台籍的老兵，虽然逐遍咧开会员大会时，第一遍、第二遍，吼拢三百几个，要是用近四百个，大家人拢讲好势。假使若赔偿金有退着了后，每一个人拢爱摕十分钱，伫遐来最后来做鉴定的遮个费用。无想到，当迄个死去的，还是已经要活伫中国啊，要倒来一个人八十万，啊，上少的就是亲像扩散的即款的，无死的，啊，甚至有诶逃走的，伊一个规个部队拢散咧，全毋知影伊个部队伫底，到尾也全倒来二十万。虽然讲好，讲逐个人啊，摕着即个赔偿金，逐个一定拢用十分之，总是，我相信柯先生伊即世人也介有遗憾，尚是我嘛安尼，甲伊呼劝，讲你莫阁一再就是投入过，因为虽然咱做甲老官，人上甲老官，都是伊会。坚持的精神是甚物？人安怎搞误解我紧？总是这样代志，唔通和迄段历史吃做旁边。这是我最大目的，伊安尼讲，所以我都感觉讲，伊迄个精神就是硬，不管你安怎搞误解，伊永远要继续伫遐。总是真正有摕十分之的人。我十支针头啊来按吼，要压袂了。这个十支针头啊，要有剩，所以为着安尼，互咱看见，为中国倒来，挑钱了了了后，摕来伊就搁转去中国。各位，八十万会当去摕转去中国，迄个时阵是云南足内省的呢。迄个内当算作好野人安尼，同款伫台湾领着的人，甚至有个人要倒来，家己的兄弟卖呢，有哪一款人？因为我着甲你将伊当作死啊，啊你今仔日要倒来，我啊只过去应该爱分的财产，着爱搁重新伫遐来划分，所以有真侪。住伫台湾的兄弟，看到家己的亲人要为中国倒来，嘛无爱一大堆啊。所以我想，遮个拢都是，互咱会当看见，迄个人性的一个弱点。啊，佮一人除去安尼以外，咱看见伫伊做理事长，啊，为开始1991年开始，啊，我佮伊安尼做伙。然后直到伊落台了后，接续伊的理事长是一个原住民啦。哦，啊，因为迄阵啊，迄个原住民真济，总是大概因为迄个行动力，就无阁亲像靠神的遮尼有行动力。所以迄个时阵交接了后，迄个规个协会的事工差不多拢得。那是伊呢，伫四年迄个理事长任内，我也是有当时伫我的工作上无法度能配合，啊哪会当配合呢？各位，遐老兵呢，就可能自己会当走几啊场的告别式，因为大家人拢知
差不多拢年岁真大，总是伊安尼念伊南念伊北，伊有挨半句无，无，伊有对社会底下来签交通的无，嘛无，伊拢用家己的经费底下来去做这事，总是真可惜的是，教会嘛是有人在解误解，我话啊你收这个会费。一个人偌济个花费，啊！你收伊是毋是拢你家己咧用？啊！所以我嘛做伊个秘书长，我嘛唔若无半张钱，迄个无薪水个，吼，迄是无薪水。有当时若无钱，嘛是着爱去，搁去无去想办法啊！啊，亲像即款大概。真少人知影讲，伫迄个无钱的中间，要推动一个事干，迄个痛苦，总是吃的拢会当忍受。较艰苦就是，佮予人甲你误解，你是毋是安怎样？啊，所以为着安尼，咱会当看见，伊到尾啊，伊嘛是真失志，最后转用家己的力量，继续伫遐来咧争取。继续在那个所在，伫遐咧拍拼。